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吴委员自扬。主席，各位同仁，看起来今天山雨风雨欲来啊。关于周休二例或一例一休的议题啊，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来商量啊。那我个人认为，一切谈判的基础要从周休二例，也就是落实两天的休假啊，来谈起。如果你肯谈周休二例，我相信对于其他的增加特休的幅度，以及是不是国定假日的法制化啊，还有谈的空间。如果你周休二例没有办法谈，就是一例一休，劳工最害怕的是结果就是剩下一例而已啊，那个休假是假的。在这种基础不信任的基础之下，其他都没办法谈。所以我很愿意，我在各个场合一再重复的，我有一个劳权的三支箭的一个方法，我愿意再讲给大家听啊，大家参考一下，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基础。第一个，先坚持二例，在二例员工劳工在获得充分的每周两天的休息以后，他会愿意跟你谈下面的事情啊。我认为在特休的部分，如果觉得为了要统一全国的放假日，以至于原来劳工有放到的七天假，因此被牺牲掉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实质的七天的休假给他补上去。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版本啊，这边可能太小啊，基本上你看到最上面的就是我。那我的提案在特休的部分很简单，也是一样，如果做满半年就开始啊，半年以上未满一年，这个是有七天的这个休假。然后之后呢，照现行劳工的休假啊，前面每都比现在再多七天。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个为了要统一国定假日的七天呢，用特休假增加的方式，让劳工确定有这么七天的特休假啊。然后这样子的做法呢，在第八年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公务员的所有特休假是一样的。也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前面几年会比公务员好呢？那我跟各位讲，劳工不像一般公务员，他有非常稳定不变的雇主，就是国家，所以他经常可能在短期需要换工作，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累积他的这个休假数。所以我认为前面你给劳工大方一点，后面能够其一，这样子的话你再来跟他谈国定假日其一化，我觉得才谈得下去。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本席今日的国事论坛题目是：环保署应尽速公告禁用石棉，协助罹癌的劳工求偿。国际的癌症研究署呢，将石棉列为一级的这个人类的致癌的物质，在欧盟、日本、韩国都已经禁用。加拿大原本是这个石棉生产的大国，因为他们有石棉矿。但是呢，他们在2012年已经宣布封矿，而且全面的停产。消基会跟许多的民间组织也纷纷的呼吁呢，要求政府应该立即停止禁止使用的这个石棉。但是环保署他们却公告要到2018年7月1日才会全面的禁用石棉。本席在今年的6月23日在卫环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呢，就有要求环保署要在今年年底前要公告禁用，
而且获得环保署的同意，但是到目前还没看到这个公告的通知，所以本席在此呼吁环保署要尽速的公告禁用石棉。石棉是在台湾随处可见的建材结构之一，而且它被证实呢是会引起这个石棉的肺症、恶性的间质瘤症、肺癌，甚至有可能导致喉癌跟卵巢癌。那即使它的这个石棉很小的这个纤维呢，有可能会飞散到空中被吸到人体中，然后造成了这个暴露。暴露之后呢，有可能会在高达20年到40年之后才会产生这个疾病。那很多的违章建筑，甚至防火的器材，甚至这个我们汽车的这个刹车的来令片呢，都是使用石棉的所以呢，从2000年开始，其实环保署是有限制使用，但是都没，而且2011年才实施石棉废弃物的管理。但是呢，依照环保署的规定，要到2018年才会全面禁用。但是根据全国的癌症的登记的资料，光是在2010年。我们全国就是73例得到这个恶性的间皮瘤的个案，但是在这一年有秦岭因为植栽造成的恶性间皮瘤的个案确实只有7例，显然是不符合比例。也就是说，很多的劳工朋友他得到这个恶性的间皮瘤，但是他并不晓得这可能是跟他的职业灾害有关，而忘记去求偿，不晓得要去求偿。所以本席呼吁呢，环保署要尽速的公告以外呢，同时应该要会同卫福部一起来协助协助罹患这个石棉造成的这个癌症跟相关疾病的劳工朋友，同时呢能够有提出一些补偿的一些专法。好，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前几天王光禄这个猎人到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那边，很多关心的团体陪他。因为王光禄是一个我们原住民布农族的猎人，他是来自于台东县的海端乡在几年前因为在山上拾获了一把枪支，然后为了孝敬他的母亲他这个猎到了野山羊还有野山羌，后来被判刑，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三审也定谳了这个判处3年半那后来很多我们关心的团体来关心他。那最后呢，我们请那个检察总长提出非常上诉。所以呢，在前几天王光禄到台北到司法院最高法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国司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就是最高法院三审定谳之后还判还出庭还开庭。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显示出在我们台湾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尊重人权的国家里面，我们原住民司机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的主人没有狩猎权没有狩猎权，狩猎权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关心王光禄的事件，在去年我们立法委员选举，原住民的狩猎权曾经是一个我们热门讨论的议题。所以很多我们原住民的猎人说，连任之后怎么都没有声音了在选举的时候呢这个讲得很大声，可是当选连任之后这个几乎原住民立委都不出声了。所以我在今年的4月14号，我就提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是希望说能够来解除我们原住民猎人这个打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有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修正案。但是很可惜，在今年4月14号，我就加了一个非营利之用，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非营利不能贩卖自用，只是自己使用，还有传统文化记忆，这个条例把它修正之后，引起了动保团体的抗议。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都要听动保团体的。这个非营利自用，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来给予我们原住民打猎权益，赋予我们原住民权利的一个文字。我只是照原住民族基本法把它放在野生动物保育法，
后来呢，引起了动保团体的恐慌，所以找了民进党施压。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民进党，不要动保团体去抗议，一个五个字，非营利之用，为什么一直要反对到现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11月18号、25号，为了野生动物保育法送到院会来表决，两次都被民进党封杀。所以我在这里是特别拜托民进党能够支持。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窝破。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当天灾人祸不断，加上民粹抬头，民意出现两极化，当政者虽有苦民所苦的襟怀，人民的民调仍然不易扬升。本席认为，知时事事的一个智慧锻炼，可能是突破困境最好的方法。春夏秋冬，事实有变，人心和现今的环境不时在变，不能体恤时代的改变。时过境迁，境迁的民心向背，人民不满的声浪就会涌起，逐渐知时十分重要。一般认为时可分为先时、治时、因时、委时四种。先时是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能够事先预作防范，治时是事情一发生立即到位处理有成，因时是事情一发生却仍毫无效力，委时最糟，失掉处理的时机而引发民怨沸腾。以新航停飞为例，政府不可能对一家营运正常的公司做先时的防范，重要的就是治时。在接获可能停飞的风声时，就应该立即介入调查。金管会不能让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民被坑杀，政府并应立即着手进行风险的评估监管，不能因时苟且被事情拖着走，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至于像川普即将入主美国的白宫，这必然对台美的关系产生变化，我们就必须能够先掌握先时，以做判断的防范。时机跟知识的同样重要。从好的方面来讲，时机一到不可错失；从坏的方面来讲，失去良机悔恨莫及。我们因而常把知识和时机合起来，要说知识时机。蔡总统已成立政策决策协调会议，成员有九人，都是府院党的重要首长，虽能利于执行力的整合，但蔡总统、林前院长身边似乎应该要有一些知时事机的智囊，要能够提供先时的智慧，才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让人民有热力的机会，让台湾光鲜的走出去，让世界各国愿意走进来。谢谢大家。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主席、各位同仁，随着我们台湾人口老化，那老人照护的需求越来越高，那新政府呢提升推动那个升级的那个长照 2.0， 扩大服务对象及服务的范围，利益虽然良善，但呢未上路就遭到各方的一个质疑，令人担忧的问题仍旧是裁员跟人力这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在裁员上，蔡总统原本承诺一年要有330亿元投入长照的一个建制，但是卫福部在七月公布长照十年计划 2.0 的时候，预算规模自动缩水到207亿元。如今行政院拟定的总预算再度缩水30亿，变成178亿元，一再缩水的预算让我们十分担忧长照 2.0 的一个未来，也不禁想问蔡政府，长照经费连三降，这样的长照裁员的起手式到底要把长照的未来带到哪个方向呢？
过去我们主张用保险作为稳定的一个财源，但民进党执意要用税收来支应。然而，不管是烟税或者是遗赠税，这都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来源。缴税的人口属于少数，而且无成长性，如何来支应急剧成长的长照需求呢？虽然财政部预估调高这两项的税收，一年可以挹注221亿元，即使加上政府编列的这个100多亿预算，但是请不要忘记，遗赠税主要课征的对象是有钱的富人，政府把税基提高了。富人可能想办法来规避这些高额的一个税款，能否如愿课征得到预期的这个税收还是个问题。而课征烟税可能让吸烟者想转抽比较便宜的烟，或者走私烟，反而流失了这个税收。可以预见，勉强抽出来的第一年经费后，随着要照顾的长者不断的增加，财政的缺口势必是越来越大。除了裁员人力的问题，也一直是长照的一个困扰。那根据我们卫福部的统计，长照2.0上路第一年，光是居家服务员就出现了4500到12000人的一个缺口。那这近15年来，我们培训了110000名的这个照护员，可是只有30%愿意投入，学用落差很严重。那这个照护员虽然技术含量不低，但因为薪资不高，而且工作又辛苦，专业形象未获得尊重，尤其呢，年轻人的投入的意愿更不高。为了增加这个救护员的一个加薪啊，要加到多少才能吸引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哦。受到训练的救护员的首选是医院一对一的服务，而且呢，这种一对一的服务，而且不像居家服务啊，需要各家庭来奔波，因此呢，人力流失很难止血。那卫福部虽然也推出了长照的这个替代役男为选项之一，让更多年轻人来加入，但是呢，他们缺乏专业的训练是明显的不足的。如何协助失能老人来移位，应付这些失能老人的混乱，有时连家属都搞不定，难怪有役男也问把老人弄上。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蓝潭翻越，美景不在，请放过水库吧。太阳能板铺天盖地而来，经济部两大国营事业台电跟台水携手签署合作备忘录，合力大推太阳能光电，就连提供国人饮用水以及兼顾防灾泄洪功能的水库都不放过，因为台湾自来水公司盘点辖属水库及蓝河堰共有21座，都是未来考虑设置浮动式水面型太阳能板的地方。太阳能板必须保持干净，才能够确保发电效率。水面的太阳能板如何清洁？用水洗，脏水流入水库，将会影响原水水质。若使用其他清洁剂，更有环境安全疑虑。因此，本席反对台水所属水库设置太阳能板的规划。一旦设置，不仅可能污染水源，更可能缩短水库的寿命。加上景观不在，难道未来要民众游太阳能板湖吗？同时，水质水源保护区的限制解禁了吗？太阳能发电应该要有妥善的规划，不要造禁，更不要像贴狗皮膏药似的破坏农地，影响水质。参照欧美各国发展再生能源多年，美国、日本所设定的目标是2030年达到再生能源配比22%到24%的目标，而台湾比美国、日本发展太阳能源的时间晚，加上土地面积不够，又要比欧美提早5年，在2025年达成一样的目标，有可能吗？本席认为，经济部对于未来能源配比提出的再生能源20%的配比，其中73%都是太阳能的决策有很大的问题。经济部目前为了凑齐太阳能面板发电的面积，到处零星找地装设太阳能板发电，与农地争地不说，现在连水库都不放过，
伴随本席成长的蓝潭水库，素有蓝潭泛月的美称。未来若全面装设太阳能板，泛月的美景还在吗？本席绝对不同意蓝潭设置水面型的太阳能板，希望经济部放过水库吧。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各位院会的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哦！民进党上任五个多月的时间，引起在广大的民生议题，引起很多的民众的民怨。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理想跟价值观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鲜明。执政之后，到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引起在很多议题上引起很多民怨的反弹，包括今天有可能处理的一例一休要砍劳工七天假的议题，包括菜价的高涨，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的基本薪资，大家的薪资没有涨，但是大家收到的房屋税单、土地价格单却比过去多出至少30%以上。到今天我要主题要谈的是广大民众非常重视，也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非常坚持的食安的问题。在选前，蔡英文总统还特别强调食安五环的重要性。上任之后，在很多议题上跟过去的理想、跟过去的价值观相违背，也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弹。根据我们做的民调显示，有76%到今天为止，仍旧对于要开放核灾等4-5个县市的相关的产品，大家仍旧有很大的疑虑。我要试问民进党政府，我要试问蔡英文总统，在办完接下来这3场公听会之后，如果民意的反弹还是很大，如果国民还是对于核灾等相关的食品还是有很大的忧虑，那是不是可以就不开放核灾的食品？还是说这接下来这3场公听会只是决定要过水，只是决定要摸头，但是后续要开放的决心是不是势在必行？如果是势在必行，那我就要请问民进党政府，在过去台日渔业谈判的时候，包括前几天这个开会讨论的台日经贸会议，到底我们的官方跟民进党到底交换了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兑现蔡英文在选前对日本的承诺，而决定要牺牲国人的健康去换取民进党的政治利益？我在这边再次强调，如果没有足够的检验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仪器，还有包括日本不能给我们相关的政府产地证明的话，包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公听会也都没有相关的民主程序，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跟日本没有司法互助，在这3不2没有之下，没有沟通好之前，没有确定之前，我坚决的反对开放核灾食品。我认为政府也不应该把国人的健康拿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莫名其妙的政府？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禅。院长、各位媒体好。继吃核灾食品进入台湾，今日蔡政府准备开放核灾食品进来台湾。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根本不敢吃福岛以附近的出产的食品，更严谨的人甚至外围县市的食品都不敢吃。谨慎讲求科学证明的日本人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国人安心的使用这些食品，为什么？为什么日本政府要我们台湾人接受？为什么日本政府一声令下，蔡政府就考虑要开放核灾食品？甚至市面上有时候有些民众也疑虑自己吃到日本的核灾食品还是附近的食品呢？为什么？请蔡政府需要诚实的向人民报告。卫福部说会加强海关的检查，但是检查的人力
四倍有没有增加？总能量没有增加，所以检查人员都去检查风险高的区域性的食品，就会去排除掉其他食品的检查。那到底其他就是到时候其他不良的食品趁机在这个时候就输入到我们台湾来，这些黑心食品就输入到我们台湾来，最后导致我们台湾的国民吃到的东西问题越来越多。这样子根本不是不能为我们食品把关，所谓的挖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把关源头绝对会出现漏洞的，导致更多的食安问题。卫福部目前所提出来的证明都是日本官方的证明，也非常令人质疑的是，日本想把这些产品卖给台湾人，他们所谓提出的报告完全值得台湾人采信吗？你们相信日本人的报告吗？难道我们台湾政府没有能力自行检查吗？自行提出报告吗？我们台湾这样你要不能力吗？派人前往日本检查不会花钱太多的成本吧？会花台湾太多的成本吗？我们的人过去检查嘛，这又可以制造出具体有公信力的报告啊，偏偏蔡政府只是不做，完全无法让我们人民安心啊。蔡政府关心食安，但蔡政府不是食安的专家啊。请问蔡政府好好的为我们下一代把关健康了吗？有没有？要不要开放核灾食品卖到台湾或附近的县市的食品卖到台湾，应该要由我们台湾的团队，专业的团队来评估吧，以民众的身体健康为原则的考量。蔡政府不能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啊，主席，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我想举世都相当的震惊，但是灾后。其实整个核外泄造成的土壤、水资源还有相关的污染，不止日本本身恐惧疑虑，我想周遭的国家，尤其台湾长期以来仰赖日本食品输入的国家，都开始对相关的食品采取管制的措施。道理很简单，因为根据我们原能会自己的网站也讲到，在整个核辐射当中，相关的物质，比如说碘、铯，尤其是铯90，它有可能存在体内长达30年、40年，甚至更久，衍生的病变，包括癌症、骨癌、血癌等等，太多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跟风险。所以3.11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台湾，我们对于福岛还有周边的县市采取食品输入的管制。但是蔡政府上来之后呢，却不顾民意，不为人民把关，设法想要来开放解禁，这样一个失格跟无能的政府，是我们在这边必须提出严重的抗议。为什么？因为其实把关讲得简单，要做到很难。比如说最近很多网购的食品，特别在一些网购平台上面所出售的食品，几乎没有办法把关，随便一检查就查到，就是这福岛周边4个县市，甚至福岛本身进来的产品。先不管这些产品有没有受到核污染，但是这个是政府目前管制的5个县市，不能进来就是不能进来。可是偏偏在我们的流通市场上面，尤其是网络的市场上面，垂手可得。没有办法设防，连我自己跟家人都在不知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吃了不少，也吃了一些这些来自这5个县市的
日本食品。但是令人相当遗憾的是，当日本的代表来台湾讲说，我们讲的话，我们的批评会伤害到福岛的人民，我想请问我们的政府，难道我们的政府就要看日本的核灾食品来侵害、来毒害台湾人民吗？我想大家彼此想一想，如果为了台日之间的友谊，请不要让这一些风险疑虑这么高的核灾食品在这个时候解禁进来台湾。谢谢。谢谢江委员。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7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因程序委员会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送院会处理。现有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依本院议事程序，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现在进行处理，截止收案。先进行报告事项正类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院会建议增列报告事项共3案，详书面资料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通过，有异议？好，没有异议，国民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照国民党党团提议通过，其余报告事项照议事处编拟议程草案通过。这个是报告事项的，已经通过了。通过了，来。接着，我们处理增列讨论事项部分，我们依下列顺序处理：一、亲民党党团；二、时代力量党团；三、国民党党团；四、民进党党团之提议。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亲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案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如下：亲民党党团鉴于国内发生食安搜水油及美牛美猪事件后，就一直关心民众食的健康，因此对于这一次扩大开放核灾食品，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应先公开全部风险沟通会议资料与会议记录及公开风险评估报告，因为以食药署11月11日发出的公文第3点为例，行政部门就自己自报，今年7到9月有跟民间团体沟通，但是根据主妇联盟的脸书在11月14日晚上表示，今年7月本会曾提供问题与日本民间团体名单与卫福部，但政府没有采纳，所以可以合理怀疑卫福部农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完全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因此台日应由双方官方与民间公益团体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对于水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品等的产制程检验程序相关事项提出完整调查，并提出风险评估报告。而对于11月12日到11月13日连3天时常公听会正当性提出质疑，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部门应以民众的食品安全为优先，依据前述台日官方及公益民间团体所做成的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邀集利害关系人及反对的民间团体重新召开公听会，核灾食品开放与否应先做好所有的风险沟通、风险评估、安全控管及边境措施，在确保不会牺牲下一代的健康并形成全民共识的前提下，再来讨论开放与否。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有异？请问院会在大家看清楚有没有接到各党团提议的内容？有没有接到？那个，请议事人员把所有党团的提议发给所有。他有异议。请问院会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民进党党团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请按铃7分钟，并请
发送表决卡，请按您。
好，那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没有收到表决卡？好，都有。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那么现在有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0人，赞成42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苏委员澄清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重复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40人，反对59人，弃权0人。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继续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如下：亲民党党团有鉴于民众对于日本福岛无限水核灾食品解禁出台有高度疑虑，而在今年11月22日由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所举办风险沟通座谈会上，许多民间团体不愿为政府解禁政策背书及反对开放，但执政党不仅否决在野党主张举办听证会、重开水产公听会等各项提案，而11月29日举办的台日经贸会议，政府保证何时解禁、渔权等不会列入议题，油盐在耳。
但日方却在会议致辞时开宗明义表示，感受台对日食品进口的努力再度引发民众哗然与恐慌，为避免政府罔顾民意，在没有完整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之前不得进行解禁，牺牲国人及下一代的健康，亲民党党团特提案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应依立法院质询行刑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率同相关部会及台日经贸谈判小组成员赴本院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亲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张委员洪禄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100人，赞成40人，反对60人，弃权0人，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42人，反对60人，弃权0人，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继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共有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1案提议案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3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1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处理。针对时代力量党团的提议，
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1人，赞成5人，反对96人，弃权0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继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3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输台案司法互助协议已是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手段，恐有缓不济急之疑，应将对国人之食品安全保障防线拉到更前方，由台日官方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采样抽样小组，联合针对日本福岛等5县食品及相关生产环境包括水产品及含水进行采样，以作为风险评估之依据。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5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的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2人，赞成41人，反对61人，弃权0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刘委员建国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好，习委员致诘声明以刚才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好，现在继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国会改革已为本届新国会之朝野共识，其中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为其中重要之硬体搭配，横出欧美的民主国家之国会之委员会会议室配置均以马蹄形官员席面对委员席设计之兼顾国会议员与行政部门官员各就立法与行政平等发言及论辩之，同时规划议事采访及摄影区域、旁听席等区域，莫不希望借由公开透明提高公民参与。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九届第三会期前先择一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98人，赞成21人，反对71人，弃权6人，时代力量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1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竟以突袭方式火速在3天内开完10场公听会，全国哗然，全民愤慨。10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其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例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6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输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之残留往往长达数10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之民进党政府为渗进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与不顾，基于蓄意杀人无疑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行政院长林权经105年6月针对日本核灾辐射食品特别向大众强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松绑日本辐射食品的规划，也没有时间表，言犹在耳。
150天后劝谏林权变脸说，福岛周边这些区域我们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再看哪些有风险，婴儿产品野生动物我们认为有风险就不能让它进口，别的国家都已经在做了，针对不是核灾食品我们却越认定核灾食品，我们要清楚论述，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林权院长应向全民论述清楚，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书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暂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4人，赞成42人，反对62人，弃权0人。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42人，反对62人，弃权0人。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书台，竟以突袭方式火速在三天内开完十场公听会，全国哗然，全民愤慨。十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书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系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行政院于11月10日晚宣布召开公听会，却立即于12日至
十四日连续三天于北中南东赶办十场公听会，公告仅一天，通知和公告时间皆不足，十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的证言，亦无讨论，且台南场仅一个人报名，屏东场300人乃民进党自己动员，而台北场的64位民众仅4人举手赞成开放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书台。纵观十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也无相关团体代表出席，更遑论沟通了，且现场一片混乱，更有疑似黑衣人出现，民众遭暴力攻击状况，公听会罔顾程序正义，显见卫福部此十场赶办的公听会已属无效会议，根本沦为执政党的私听会。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例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6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书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式残留往往长达数10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是民进党政府为善尽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于不顾，基于蓄意杀人无疑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经民进党政府近于3天内举办10场公听会，只想交差敷衍了事，完全违反程序正义，公听会程序显然未完成。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卫福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第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10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仅供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7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7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际，目前民众对日本输台食品仍存有辐射高度疑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30日朝野各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之状况下，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言犹在耳，农委会副主委陈其仲日前竟表示，盼能针对特定高风险产品加强管制，而非对区域全数管制。农委会显然弃国人健康于不顾，甚至将开放辐射食品作为对日贸易谈判的筹码，蔡政府的对日软弱作为着实让国人深感痛心。由于台日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机制，如之前发生的种种未标事件，日本皆不愿配合，显现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问题的管制措施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暂列为讨论事项第三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针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98人，赞成36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41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正类讨论事项提议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鉴于审视现行公民投票法相关规范，诸多限制人民直接表达意见之权利，影响直接民权无法充分表达。本届公投法由民进党团召集委员主导审查，民进党团因本于长期主张将公投提案联署及通过门槛降低，以补代议政治不足。还权于民，并促使社会出现重大争议一案，民众可以诉诸直接民意，落实主权在民之民主基本价值，尽速于本会期结束前将公民投票法与内政委员会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建议改列本第13次院会讨论事项第四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提议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改列，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12条之一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由美女等23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6条第12条之一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郑丽君等29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五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第五案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3人，赞成36人，反对62人，弃权5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正类讨论事项提议第六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二案，及委员由美女等30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六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7人，反对62人，弃权4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提议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21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吴志扬等17人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委员陈昭明等16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李彦秀等18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及亲民党党团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案暂列为讨论事项第7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内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8人，反对61人，弃权4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提议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8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
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102人，赞成39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针对讨论事项提议第9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野生动物保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孔文吉等18人领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及第2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9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好，有异议。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处理。在处理之前，赖委员是否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我们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98人，赞成33人，反对60人，弃权5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针对讨论事项提议第10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委员李彦秀等19人，鉴于受雇医师如何适用劳动基准法，可由卫生福利部研拟中，唯为提升国内医疗环境，研拟进度自刻不容缓，更应于107年1月1日前，令受雇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方为正办，又据卫生福利部提供时规划说明，增加临床医疗人力供给，为其推动策略之一。
但考量落实分级医疗与转诊同为该部支配套措施，即有必要审慎评估，倘日后民众就医行为模式改变，司时各级医疗机构为确保服务量能及专科医师训练所需之医疗人力就为如何，是否可能反之医疗人力过剩等情形发生，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请卫生福利部于1个月内审出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徒耗医师养成所投入之资源，甚至流浪医师产生，请公决案增立为讨论事项第10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那在处理之前，做一个宣告：黄委员遭顺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我们进行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之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高鹿仪用委员声明，对第9案表决以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102人，赞成40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财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赖世宝等19人领具，保险法第16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亲民党党团领具保险法第14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1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高鹿仪用委员声明，对第9案表决，系案赞成，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42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2案，请议事人员
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赖世葆等23人拟具《国际金融业务条例》第3条、第22条之二及第22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2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6人，反对62人，弃权5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曾明宗等18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及第30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3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42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进行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1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曾明宗等18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第3条之1条文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4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104人，赞成37人，反对62人，弃权5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民进党党团正类讨论事项之提议。民进党党团之提议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日程拟建请列讨论事项第一案一。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74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钟孔绍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林淑芬等18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二，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吴志阳等16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赵委员听您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61人，反对4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第一案，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第二案，照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之第4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均已处理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院会，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5日上午9时至9时27分，10时16分至12时26分，下午20时31分至20时42分，11月29日上午9时4分至11时41分，下午5时至5时18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柯委员之恩等113人，出席院长苏家前、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9案、第11案至第14案、第16案、第17案、第21案至106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0案决定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15案、第18案至20案均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07案至114案为内政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115案至122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
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50件，乙审计部答复部分1件，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5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五案、第六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七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第八案、第十案至第十四案、第十六案、第十九案至第22案、第25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九案、第十五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23案、第24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18案，讨论事项分依时代力量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其议程均按照议事处编处草案处理。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0人拟具《公路法》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7人拟具《教师法》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7人拟具《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2条及第1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6人拟具《要害救济法》第2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陈其迈等16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恒新村等26人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第15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5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1人拟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化学品及污染管制局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19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19人拟具《基定日及节日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21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18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案，本院委员卢志胜等18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增订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4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8人拟具《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案，本院委员陈一鸣等20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案，本院委员陈一鸣等18人拟具《国籍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7案，本院委员陈一鸣等17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增订第51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
会议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十六人拟具《电业法》增订第108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刘少侯等十八人拟具《交通部组织法》删除第18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八人拟废止《交通部基隆港务局组织条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七人拟废止《交通部台中港务局组织条例》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七人拟废止《交通部高雄港务局组织条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七人拟废止《交通部花莲港务局组织条例》的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七人拟具《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十七人拟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十七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74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郑宝兴等二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修宪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二十二人拟具《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二十三人拟具《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陈莹等十六人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徐友明等十七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萧美琴等十八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等二十人拟具《国民体育法》第一条、第五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二十三人拟具《公路法》第27条及第8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二十一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至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蔡顺颖等十七人拟废止《战事受田凭据处理条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蔡顺颖等二十一人拟具《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六人拟具《国民年金法》增订第7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
不予通过。第三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施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三十九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委员无异通过。下第四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增订第二十九条之一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营事业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之一及第二十一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包装食用盐品之点标示规定》，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无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木酸钠》，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无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亚铁磷酸铵》，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柠檬酸钠》，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磷酸钙》，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氨基乙酸》，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麦芽糖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二氧化系》，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焦磷酸铁》，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苯多酸钙》，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禽畜产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多重残留分析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药物化妆品检验封签及对照标准品供应收费标准第二条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废止婴儿配方食品及较大婴儿配方辅助食品营养成分检验值与冠上标示值之误差允许范围及较大婴儿配方辅助食品应交标示事项，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文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九条附表七》，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药健康清新药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106-109年计划书核定本》，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广播电视营运计划评鉴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电视节目播送系统业者申请改发有线广播电视服务经营许可执照审查作业要点》，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品质感测物联网发展部件及执法应用计划成本效益分析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一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信托基金部分修正保管及运用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二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微生物检测通则细菌》，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土壤点滴及废弃物中总共检测方法冷蒸汽原子吸收光谱法 NIEAM317.04B》，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土壤点滴及废弃物中总共检测方法冷蒸汽原子吸收光谱法 NIEAM317.03B》，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五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废弃物及点滴中金属检测方法酸硝化法 NIEAM353.02C， 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废弃物及点滴中金属检测方法酸硝化法 NIEAM353.01C， 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保护专责及技术人员合格证书规费收费标准》，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八案，客家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三季补助情形，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九案，行政院主计总署函送10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截至第三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财政部函送个人以非现金财产捐赠列报扣除金额之计算其认定标准，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一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其所属105年度第二季奖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经费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五案，财政部函为修正《入境旅客携带行李物品报验税放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三条条文及第四条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
会议通过。第七十三案，内政部函送以民署105年第三届自行及联合访视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业交流及商务活动交流统计表，议事处意见拟简易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内政部函送新北市政府办理新北市青年住宅新建营运移转案营运执行计划书，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交通部函为采用国际海事组织第26次大会 A 点102326之决议及所属海事安全委员会所采纳 AMSC 点35992、AMSC 点38494、AMSC 点387942009年海上移动式钻探装置构造和设备章程修正案之决议案，简送公告海上移动式钻探装置安全证书2009，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六案，交通部函为大众捷运系统旅客运送责任保险费率标准名称修正为大众捷运系统旅客运送责任保险投保金额办法，并修正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七案，交通部函为修正领队人员管理规则第21条及第22条条文与导游人员管理规则第27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八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车辆行驶安全审验管理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九案，中央研究院函为修正中央研究院聘任评议员选举办法第2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赛素安博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一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赛福芬胺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二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德拉本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四氯曼普胺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四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异斯普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五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伊普克米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六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氟大面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七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斯诺特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八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四派面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草灭净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氯芬龙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一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巴拉益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二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覆灭螨农药有效成分检验方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第3条附表1，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九十四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金融机构承送灾区农地余温与其他农业相关设施放款担保品全部毁损或灭失补助办法，议事处意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五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电度表检定检查技术规范，议事处意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六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偏远与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石油设施及运输费用补助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七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商品先行放行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八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产业创新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应需检验汽车用轮胎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商业登记规费收费准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一案，司法院函为修正各级法院法官办理民刑事与行政诉讼及特殊专业类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务分配办法部分条文及第二条附表二第十一条附表三，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二案，司法院函为修正司法事务官办理各类事务之范围，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三案，司法院函为废止司法事务官办理各类事件之范围及日期相关函令，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四案，司法院函为修正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期限规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五案，科技部函为修正科技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第九条及第十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六案，教育部函送外籍配偶终身学习课程实施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七案，教育部函为修正教育人员留职停薪办法第五条及第六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八案，教育部函送海外台湾学校及大陆地区台商学校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实施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信用合作社资本适足性及资本等级管理办法第五条及第十一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修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处务规程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一案，行政院函送公告中华民国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苏迪勒风灾灾区范围及中华民国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杜鹃风灾灾区范围，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二案，行政院函为修正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七月六日尼伯特风灾灾区范围，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三案，侨务委员会函为修正侨务委员会处务规程第七条及第十一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
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4案，法务部函为修正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处务规程第九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与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编制表，议事处意见，拟协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5案，文化部函从105年一至十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协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6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会投资之公司合营事业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书，议事处意见，拟协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现在继续请议事人员宣读刚才通过的报告事项增列的部分，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的部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第一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那么，国民党党团增列报告事项第一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经付二读，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有异。那么有异，我们就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7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16人拟具《劳动基准法》增订第32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报告院会，第一，有关增列报告事项相关议案记载于议事录顺序，授权议事处调整。第117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150案、151案、153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117案至144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内政委员会函有关105年度中央政府左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第145案至155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经济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56案至159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廖委员、赖委员。世宝、蒋委员乃馨、时代力量党团孔委员文吉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淑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26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刘委员释方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20件，宣读完毕。报院内刚才。杨委员要苏委员澄清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请各党团干部于下午20:30至议场3楼进行协商。现在休息。
好像那个新的，这可以广播。那个新的群组，我怎么不会？